们这么多人讲话，怎么听得到我讲话？不好意思，听不到声音。师傅啊，请帮忙看一个零一零的蛇，他身上肺部的问题和下体小便不出。男的女的？男的儿子，零一零的蛇。零一年的蛇。他今天有去看医生，已经有一点尿小了，他肺下体有什么问题吗？他现在有小便了。啊，肾脏不好。啊，肾脏啊。啊。有灵性吗？有啊，一个女的。啊？什么长得很长得很好看的，我想她应该是在网上看来的女的，嗯。啊，上网啊。啊。需要多少小房子？啊，她几岁啦？小家伙。她16岁。你什么时候偷偷观察观察她？小家伙，小家伙已经犯手淫了，嗯。啊。哎，所以尿道狭窄，尿道扭曲，小便小不出来。是凌晨5点的时候就小便不出来，大家看了医生，对啊，他说他通尿给他出来过后有小，今天有刚刚有小的便了。我跟你讲了，一定要管住孩子，在孩子发育的时候一定要管住小男孩，听不懂啊？知道啊。或许他乱看，现在我看到他身上有那个美女啊，要命啊！听不懂啊？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，师傅？小房子，小房子都是小事情，24张，然后要让他多喝水。啊，对。不许他看。电脑现在暂时不许他看。哦，可以，我跟他讲。啊。还有师傅，他肺部有什么有灵性吗？因为肺部最近他有肺出气啊，有点脱动，进了医院2天有比较好了。肺部痛那时候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就是一样这个来的，01年的时候我的儿子。就是这个灵性呀。哎，一样的哈，惹女魔了，惹了女魔了，在网上盯住那个女的看，在做坏事嘛。哎，讲都不要讲了，师傅，哎，一看嘛就知道了。病根帮你找到了，让他治好之后，赶快现在要叫他吃点消炎的药，听不懂啊？消炎，那就要跟医生拿吗？你有吗？你就自己给他了。嗯，吃中药，吃中药没用，吃牛黄啦也可以啊，还有，还有这种穿心莲啦，这种都可以吃的呀，嗯。穿心莲啊，穿心莲跟牛黄两样可以一起吃吗？最好分开吧，先吃穿心莲吧，比较软性一点的，不行再吃牛黄。先吃穿心莲啊，吃就好了，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没什么问题的。师傅，他之前有说，他有看过图腾，你说他头上有一只大动物，现在还在吗？还有身上有打胎的孩子。现在大动物没了，变美女了。哎，打胎的孩子还在吗？主要问题妈妈实在太丑了，所以她到网上找美女去了。老婆很丑。是啊，还很丑很丑的，以后跟孩子不要乱讲话了，听不懂啊，你没脑子的你啊。啊，还有。